你知道我们三个人就像在一条船上，不可以有任何人翻船，不然我们三个就会一起下水。这是我妈常说，我们船不要拖下水。哇哈哈，好新闻，快新闻，都是新闻啊！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做什么，有人在下面有人说她看起来就是心机女，我想说超会看，什么面相是不是？超会灵。TVBS 娱乐头条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Chanel 王敏淳。我虽然以前有演戏的经验，但是我也不是科班出身。然后我也没有说去上很多表演课，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不足的地方啦。那进去一个剧组难免会比较辛苦，我觉得是边拍边学，然后他们也边在教我说，哎，演戏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我觉得 TVBS 也很大胆，敢用王敏淳。哦，对啊，我超爱看的。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做什么，但可能是大家一起访问还是什么吧。我也不觉得我干嘛，然后就有人在下面有人说她看起来就是心机女，我想说超会看，什么面相是不是？超会灵。我觉得好多这种什么看面相的老师啊，看风水的，她看起来就是心机女。说你好厉害啊，怎么看的？你都不会伤心。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内心超强大了，就我觉得难免大家一定会一直说演那么烂，连他爸一半都不如。那我就，那我就觉得，哦天啊，好棒！我有个好会演戏的爸爸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很多字的时候，你要反向思考，就是哎，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难免，你知道他一定会透露出一点点优点的吧？你很乐观呢，你是一个很乐观的人。因为我曾经听过一句话，我很喜欢，就他是说，反正你开心也是过一天，不开心也是过一天。开心的时候，你真的一切都觉得好顺利哦。我一开始很 care， 我一开始真的超级 care， 我就是很不喜欢大家介绍我的时候说啊，这是简单理解的女人。对啊，但没办法，他们两个太红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完全理解，为了流量，然后为了点击，就是他哎剪场哎，看一下那样。我也会啊，你知道我们三个人就像在一条船上，不可以有任何人翻船，不然我们三个就会一起下水。他们两个活到现在就是为我树立一个很好的形象，他们没有让我下水过，所以我觉得我也不能让他们下水。这是我妈常说，我们船不要拖下水。我爸反而没有说过这句话。我妈，哦，好新闻，坏新闻，都是新闻啊。